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51首是《莫凡故人》张籍。物换故人，便捷。金陵还玉枝，生儿不传书。分判断消息，书信点点里。无言修会殿，鬼马写战记。欲借衣冠在，天涯阔处是。完，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